大哥，你看我这东西开门不？哎呦，老弟，你这东西要是对的话，能到清代呀。这个怎么看的？首先，冷冻久的肉脱水严重，肉质较柴。其次，因为氧化，鲜粉色的肉颜色会变浅、变棕，甚至发绿。一些商家为了避免味道不好，会用乙基麦芽粉提味，那东西劲老大了，吃多了必定倒沫子呀。那我这肉也没这些特点啊。所以你这东西不对，是新的，顶多前几天的，自己回去沉淀沉淀吧。啊，我的举报奖金没了。去农百科，每天一个新知识。高端的食材等等，这猪肉没煮熟，你不怕长寄生虫啊？寄生虫？俺自己养的猪哪来的寄生虫？俺就想尝口鲜嫩的。三二一，这二一，你直播上链接呢？你这样只会害了自己。哎呀，扔鱼虾都没事啊，这有啥问题？新鲜的海鱼海虾，一是需要有人处理，二是他们体内寄生虫进入人体后，因为身体的压迫，根本没法在人体生存。反观家养猪，身体里的绦虫、蛔虫等寄生虫可是主宿居民，把猪作为中心宿，这些家养猪肉里内脏中都有可能有虫卵。所以煮熟了吃是最安全的。哎，吃口新鲜的，别管我。换新家了，管他的。哎呀呀，你这绦虫都长两米多长了，平时吃了些啥呀？哎呀，以后猪肉一定煮熟吃。哎呀。快别玩了，把你那游戏暂停一下，先吃饭。哎呀，急什么？等会儿我就吃饭。你懂什么？饭菜就是要趁热吃，不仅味道更美，而且暖胃又暖心。快吃。这也实在太烫了。等凉了，里面肯定全是细菌，吃了会拉肚子的。你看，这上面说，正常口腔食管耐受的最高温度为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，而刚出锅的饭菜温度是体温的2到3倍左右，过高温度不仅会损伤口腔，还会烫伤食管黏膜。这肯定是瞎编的，不然我吃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？那是因为受伤的食管黏膜有自我修复的功能。唉，那不就是没事吗？虽然可以自我修复，但如果反复进食过热的食物，会使破损的食道黏膜不能及时愈合，慢慢的还可能演变成食道癌。那我们以后还是等饭菜放凉了再吃吧。过热的饭菜对牙龈和牙齿也有害处，还会引起过敏性牙痛和牙龈溃烂呢。在合适的温度慢慢吃就行了，否则对身体造成伤害反而得不偿失。法国鹅肝是怎么养成的？在我这里包吃包住，零食管够。哎，天上真的掉馅饼了。三个月了。喂食铁管，喂你吃点好的，来多吃点。不要啊，慢点，真的吃不下了。这就不行了，继续给我吃。快吃吧，包你吃喝拉撒住，你还不满足。把你们都关在铁栅栏里，等你们的颈部肌肉越来越发达，就能吃更多饲料，长成大胖鹅喽。哎呀，我这跟社畜有啥区别啊？我本来就是畜生啊。但你的鹅肝会是普通鹅肝的10倍大呀。但我的嘴巴、食道、胃部都溃烂了，人类和动物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啊。今晚整个大餐，来个蒜蓉粉丝开背虾。白灼多简单，干嘛非要带上我们大蒜？不嫌手上有味吗？就说你们大蒜自己咋不上劲呢？净化一下，把这臭味给去掉多好。这锅也能甩给我？你不脸红，香味别吃不就完了吗？这下我洗干净了，嘿，看你小子还有什么可说。真正一点常识都没有啊。这臭味是我身体内的酸素源与酸氨酸酶相互作用产生的，水洗可是去不掉的。味道竟然还在，我就不信了。这味太臭了，居然真洗不掉。要不你摸摸我，不锈钢可以去除很多异味呢。你个
水龙头下掺和啥，烧钱冲你的水得了。啥？难道莫不锈钢真有用？不锈钢、空气、水分子同时接触产生的触媒作用，可以把异味分子结构分解还原成无味状态。你不信闻闻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回我？你居然真的不臭了。诶，不锈钢果然能熏异味，妙啊。你这皮皮虾咋回事？怎么变绿了呀？变质了吗？没变质，你就放心吃吧。啊，我不太信啊，你这看起来有毒哎，你是不是被迫吃了啥添加剂，还是重金属超标呀？怎么是绿的呀？瞎担心啥呢，我这是生孩子才变绿的。什么？生孩子会变绿？哦，你老公，你老公绿你了？你才被绿了呢，让造谣小心律师函哦。产卵季节，我体内的卵红蛋白和血蓝蛋白会结合，加热分解后就变成了绿色。你早说嘛，没那么多口舌，害我白担心。变绿是正常现象，不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，你就放心吃吧。兄弟，你尾巴咋这么短呀？这都怪养猪场的无良老板，我出生三天，他们就拿断尾剪把我尾巴剪断了。哎，兄弟，你也太惨了！你看我的尾巴就好好的，我咬给你看。你太过分了！哦，啊，这诱人的小尾巴，我咬。谁咬我尾巴？哎，好难受！哎呀，猪尾巴被咬破的话，里面的血管很容易受到病菌感染。这下赔大了，看来我断尾也有一定的好处，起码不会突然暴毙。你确定不是嫉妒我们有尾巴吗？吃饭就吃饭，你尾巴别一直打我啊。我控制不住它，干饭也阻止不了我咬尾巴。我吃的不比你少啊，怎么你比我壮这么多？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咬尾巴，听说咬尾巴能消耗我们全天能量的 15% 呢。哈哈，断尾好处真不少，既能省饲料还能保护小猪，赚大了。老兄，你搞什么，居然卖假咖啡？我没有，你乱造谣。那为啥我越喝越困呢？困是因为你们人体内有腺苷和腺苷受体，它俩只要结合，你们就会产生困意。受体内内腺苷哥哥，但是我含有的咖啡因跟腺苷长得很像，咖啡因取代了腺苷，你们就睡不着了。变你宝贝儿，我来了。腺苷哥哥，但咖啡你喝太晚了，咖啡因进入你体内的时间也晚，这时腺苷和腺苷受体已经锁定了，咖啡因也就失去作用。你个老六，下次早点喝咖啡啊。好好。还有，你这一天两杯咖啡，身体已经产生耐受性了，大脑里的核苷受体会减少，以前喝一杯清醒一天，现在可能得一桶才有用。宝贝宝贝，你别跑啊。你烦不烦啊，今天来还带那么多兄弟。原来是我咖啡喝得晚，身体又对咖啡因产生耐受性，才越喝越困的。那我现在特别困，怎么办啊？拉磨的驴都不会抽自己两鞭子，这都十点了还加班买咖啡，让自己打起精神啊。我就一打工人，我能咋办？